这菩萨发愿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十方世界的众生听闻他的名号，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哦，这个很好哦，只要听到他的名号啊，就一定能够成佛。那想要得这样的功德，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好，问问，有人他生长的时代有遇到佛啊？那甚至像提婆达多啦，他跟着佛出家了，还有听闻佛说法啦，那他们还会堕地狱啦，因为他三不善法，复心堕地狱。那你为什么说离佛这么远啊？诸恒河沙等世界，只要听闻佛名就得道呢？就有人跟着佛修行，他都下地狱了，那何况我们没有遇到佛，离佛那么远，只是听他名号，并没有跟在身边修行，怎么就可以成道呢？所以其实《般若经》它留下很多的疑难杂症了那我们论祖他就要解答这些疑难的问题好，论祖从好几个方向来解说。第一个，约法性生身佛来说，佛有两种，一个是法性生身佛，另一个是随众生优劣现化佛。如果众生他是看到法性生身佛的话，那可以闻名得度。不过如果是见到化现的随众生现身佛的话，即使跟着佛共住啦，但是还是要随个人的业因缘有的或许有成道，可是有的还是会堕地狱如果法性生身佛遇到法性生身佛的话，那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成就，都能够满众生的愿因为这法性生身佛与无量劫积集一切善本功德，一切智慧外具足，为众圣主。众圣，那有二圣呢？声闻圣者，那辟支佛圣者或大圣菩萨，那佛是众圣之主那这样的众圣之主是诸天还有大菩萨，他少能够见到法性生身佛就好像如意宝珠难见难得，那如果有见到，那他的愿望一定能够达成。如喜见药，喜见药是不死药如果有见到的话，所有的病患都能够去除或者是转轮圣王有见到的都能够得到富足。如四体环应有人见到的随他的愿都能够得到。或者梵天王众生依附他，就能够去除恐怖；或者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能够消灾免难那这些都能够达成他的愿望了。那何况是诸佛的法性生身呢？好，外人又提问：那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法性生身佛的一分呢？或者是分身跟法性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还有人造无逆罪？还有人饥饿，还有人起盗心去做贼盗的恶事呢？答曰：释迦牟尼佛他原来发愿就是希望出恶世。以道法来度脱众生，他并不是说为了富贵啦或者世间乐而出世如果佛希望达成的话他佛加以力量的话，无事不能再来是众生的问题众生福德力浅薄，罪过深。
深重，所以不能够随意度脱。再来，佛只说清净涅槃啊。那佛他只说清净涅槃解脱法，都有众生来毁谤啊，说哦，佛为什么聚众啊？聚集那么多的弟子啊，来化导人民啊。啊，这个也是系佛法，其实佛很为难哦，他用这个涅槃法来度化众生啊，众生还是会积嫌毁谤啊，何况杂以示乐。譬如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其实有30相好如脚注102，大智论疏说他其实只有缺那个白毫相跟那个足下千佛轮相那他想要具足千佛轮相啊，他就用铁啊烧磨想要烤在脚底下，希望能够让他有千佛轮相就这么一烤，脚烧坏了。那阿难是提婆达多的弟弟他就想到说那兄长这么痛苦啊，希望佛能够慈悲救度他那佛就伸手摸他的身，佛说：“我看佛子罗罗跟提婆达多是平等不二了。提婆达多他是要害佛哦，那一般人讲那是怨了是冤家了。那罗罗是自己的儿子嘛，但是。”在经典上讲，是冤亲一个亲人啊，一个冤家，一个像左眼，一个像右眼一样。哪有人说我不要右眼，只要左眼的啊？两个眼都平等的，所以佛一样，来抚慰他他痛就灭除了。想不到提婆达多，你看哦，这竟然是佛的手。结果他还起个念头说净饭王子就是指世尊他都是用这样的医术来生火的，来过火。你看那佛就说，我这样好心啊，来免除他的痛苦，他还这样说，起这样的心那这样还能度吗？当然就无法度喽。如是众生，若以是乐，不得度也。所以闻佛名，有的得道，有的不得道。好，另外，括弧二，曰：闻名得道的众生说，佛身，佛国很多嘛，那度化众生，他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好，底下举了几个。有的佛他是为众生说法，让他们得道；有的他是放光，有的是现神通；有的他是现庄严的色身；有的是身毛孔出妙香，出香味；有的是以食物给众生，让他得道。这个不错哦，有的吃又可以得道那有的众生，他只要念佛就得道啊。有的佛，他是以一切草木之声而做佛事，让众生得道。那有的佛，他是听闻佛名而得道。所以佛度化众生有很多种。那这里所说的闻佛名得度呢，指的是这一种。对不起，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一类的方式我们娑婆世界的当然要听闻佛说法啦，还要精进修行。才有办法好，括弧三，曰：闻名见次得道说，听闻佛名，并不是单单你听闻佛名就马上得道，而是听闻佛名以后知道有佛，了解佛，它是修菩萨行而成佛，
所以他也跟着修菩萨行，修行以后最后才得度了，哦，是这样子。好，比如说悉达长者，他开始听到佛名，哦，那到佛那边听佛说法才得道啊。其他的婆罗门也是一样啊。所以听闻佛名，他只不过是得到的一个因缘，并不是说听闻佛名当下就得到了啊。好，那外人又问说，这个经中讲，他说听闻佛名。即时得道，他不是说听闻佛名以后，然后还要再修道啊，最后才得道，哦，应该是即时得道啊，我一听到，我马上就得到了，哦，这个问题也是不好回答啊，哎，那我们龙树菩萨他要举经说啊，现在说的即时呢，并不是说一心中立刻。他说的即时是什么？就是没有其他的杂念了，啊，没有其他的杂事间隔，啊，没有其他的杂事间杂，就说他一发心，他就很清净，哦，一直这样修，这个也称为即时，没有其他的杂念啊、杂事间隔进来，啊，故言即时。譬如经中说，修持心时，哦，即修其觉知。那有人问难了，哈，慈悲的三昧，但是有漏法，这是缘众生法。那么有人认为七觉知，这是无漏的。那他们觉得奇怪，就是说有漏为什么即时就变成修无漏呢？好，答者言。从慈心起，马上修七觉知，没有其他的法间杂进来啊，这个也称为即时。所以即时有两种啊，一个是同时立刻，第二个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久，但是没有其他的法啊间杂进来，这个也称为即时。再来，有的是众生他福德已经纯熟了，他的烦恼很薄。那他就快得到了。他当听闻佛名的时候，等于是临门一脚了啊！最后的触媒一触发，那马上得到。再来，又以佛威力故，闻即得度啊。譬如熟庸啊，因为他很熟了，因为小因缘啊，他就溃烂哦，或者说成熟的果实。哦，没有人去摘，因为轻微一点风的因缘，它就对堕落啊。所以这里所说的闻佛名即使得道呢，指的是这一种了。